任何人完成一项创作之后，唔使办理注册手续，就可以即刻拥有作品嘅版权。呢啲嘅作品可以系你随意影低嘅照片，亦可以系呢个由香港人努力研发嘅中文输入法软件。人性化，简单实用，能够入电话作为一个输入系统。你那個版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人家能夠侵犯你不到才有價值，否則誰會著重你那樣東西呢？當你要找人投資的時候，你告訴人我有這個版權的保護，那個投資者就會比較放心一點，你一定 有支持才做得到大事。社會大眾都要尊重創作人的權益，讓他們可以安心咁去創作。